上海新力茶西菜馆的料理主要走的是西欧路线，其中以葡萄牙料理最负盛名，毕竟葡式料理在上海并不多见，所以这样的道地口味自然让人趋之若鹜。首先是葡萄牙人过节的大菜奶油葡国鸡，将香料塞入鸡身中，再与奶油、蔬菜一同放入高温烤箱中，烘烤至外皮金黄。这样的方式不仅让鸡肉由内到外都入味，还能成功的将汤汁锁在鸡肉中。将鸡肉切开时，流出的汤汁与烤蔬菜一起食用，两者的搭配真是惟妙惟肖。